电视剧《庆余年》正在热播，其中女主李静出场方式非常特别，叼着一根鸡腿就出现了，让张若昀饰演的男主范闲一见钟情，二人因鸡腿定情。11月30日，扮演范闲的张若昀现身北京机场，他身穿大衣，帅气有型，随后获粉丝赠鸡腿花束，表情惊讶，盯着看不停，便好奇宝宝。非凡娱乐，时尚。